知道我说的我在讲，在午夜的操场，终于都是我谁呢？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，张小姐，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。爱上一匹野马，在我的家里没有栅栏，只让我感到绝望，董小姐。所以那些可能的话是真的，董小姐，谁会不厌其烦地安慰那无知的少年？我想和你一样不顾那些所以，跟我走吧，董小姐，早起来吧，董小姐。总的来说还是你，我也很了解我就是个孩子的脾气。